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，又回到我们 Bro 打荒野乱斗的游戏时间啦。那我们最近的话呢，九点是还蛮常更新了我们的那个猫咪大泥棒。那以后的话，应该135都会更新我们的这个荒野乱斗。那246日的话，应该会更新我们的那个猫咪大泥棒。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看的那个系列，然后来看一下咯。基本上我都会玩啦，因为我觉得这几款游戏的话，我真的都蛮推荐给大家的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来玩一下我们的宝力吧。宝力现在已经152倍了，来看一下今天能不能顺利拿到我们四个大硬币咯。先从我们的宝石争夺战开始喽！好，这边的话呢，队友是谁呢？先看一下，队友是我们的雪莉，再加上我们的迪恩哦。其实有一段时间没玩了啦，最近都在偷宝物，但是我相信，好不好？手感这种东西已经永远都存在的，好不好？你看我这边已经丢到老麦两下了，丢一下他就要死翘翘了。对面的话是老麦再加上法兰克哦，有点麻烦的组合。那、还有我们的弹射是不是？大火球之术，还有 nice， 我们的雪莉刚刚去解决了我们的那个达利尔跟我们的那个老麦哦，所以他们不是弹射，是达利尔啊。那这边有一只那个法兰克，哎，不是啊，你不要拿他过来，拿他过来干嘛？我们远距离打就可以了。哇，这边雪莉直接被达利尔给打死，丢火球 ，nice， 解决。然后这边看一下我们队友接应，有打死 ，nice， 有没有宝刀未老啊？太好啦！虽然这几天没什么在动手感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抛物这种感觉啊，还是有存在的、没问题。你要小心旁边的达利尔，他可能会冲我。我身上的矿石是比较多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妈哟！先解决那个达利尔吧 ，nice。哎哎哎哎哎！惊死人，卖来哦！哼！哎，哎呦，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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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走远一点好了，先走远一点，先补个血。他应该会想要弄我，好险，没事没事，你应该是 OK 的哦，12个矿石 ，nice nice nice， 哈，太好了，雪莉最后一发大绝招，直接把达利给打死哦。这边顺利拿到我们大硬币啊，没问题，雪莉是 MVP。还蛮顺的，我觉得虽然一段时间没玩，但是手感依旧在啊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单人荒野圣斗的话是我们的陨石模式咯，拜托拜托，很久没玩了，不要拿陨石砸我啊！行行好，行行好啊，行行好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诞生在比较边远地带啊，没什么箱子哎、哎有，刚说就有一个，但是旁边有大妈哎、好啊，不妨碍我吃，我就不妨碍他吃。哎、不是啊，哎、哪有人家都先转圈然后再过来的啊？可恶，抱歉抱歉，哎、直接扣5杯、我们刚刚拿的杯数就全没了，气死我了！我下次只要看到这种人，我都直接啊、不停手，好不好？现在就这样欺骗人家的那个良心的啊，先转圈圈啊，我们和好，然后当别人在打东西的时候，我把你杀掉，这样好恐怖哦。这个生态就是这样哦，所以其实我觉得，你真的要说这游戏有很多组队的吗？其实也还好吧，我觉得都是那种骗人的比较多哎，都是超多骗人的那种。来啊，再来啊，十，哈哈哈！跟你讲，我今天老麦手感热得发烫啊，又在转，我看到这种转的，我就想要把它打死，你知道吗？再转啊，我跟你讲，再转啊，再转，再转。炸死你这王八蛋！我跟你讲，再转啊，再转啊！啊，不然再转，啊，不然再转，啊！你就在那边不要出来了，再转啊！哎呦，这样会不会被他 poke 到死啊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把他逼死角啊、他迟早会从那边出来的。哎、欸，他好准哦，可恶，有点尴尬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！要先杀这只。哎，他被鸭给毒死了。哇，这边我要先走了。再不走会很麻烦哦。哼，剩下几个人而已，先把罗莎杀掉了。不是啊，这陨石可不可以不要再做事了？是 ，nice。
剩下四个人了，可以哦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是还是被他杀死就打到最后面还是被这个人给杀死了，他应该很开心。不过至少有拿到大硬币还行，结果最后还是死在他的手中啊！他说：“你刚刚在嚣张啊，最后还不是死在我手中？可恶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至少拿到大硬币了。再换我们的抢星大作战哦！哇塞，今天其实还蛮顺利的。这场的话，队友是小辣椒在跟人家吉恩。来看一下哈，一个华人，再加一个你日本人。哎，我怎么直接死了？太恐怖啦！”吉恩这边是顺利的干掉了小辣椒，这边是波克小辣椒，再加上弹射，哇，好痛哦！哇，好痛哦！欸，可以耶，我觉得我们的小辣椒还蛮强的，可是对面也不遑多让哦，对面也是蛮厉害的。喷了，喷了，喷了。哎，我以为他要帮我们补血，看来是没有。好 ，nice！ 哎，如果波可设定成会帮别人补血的话，应该没人想要玩波可了吧？那个范围那么大，很难控制。nice！ 瞄准那个波可，实力打，大火球。哎，吉恩，你遇到波克了，他有大招了，先缴了 ，nice！ 你小辣椒直接打死，哎呦，那大球球真的超恶心，哇、哦，没人发现吉恩躲在那边啊 ，nice 吉恩，哎呦，没有，差一点就要被喷到了，被喷到我就死了，20，但这边吉恩应该可以直接把那个收掉吧，可以吗？波克，回来。哇，完了完了，最后一发没办法打死吗？哇，尴尬！哇，这个20-21，哇，最尴尬的数字啊！我的天，哇，这边差一分哎、欸，差一分隐恨啊，可恶！好，那我们这场的话呢，一样是小辣椒哦，然后这次配上的是我们杰西啦，哇塞，我觉得真的还蛮常遇到辣椒的、啊。问题，看一下对面的话是科尔特，可以哦。我们这边先持得点啊，对面也有小辣椒，然后还有哇塞罗莎哦，罗莎买啦，不是很喜欢遇到罗莎呢，罗莎姐姐很麻烦。预测预测，哎呦，还真的躲在这边，哎呦。哇！直接被打死，这个草丛厉害了。完了，我们还没打死他哎、欸，打死罗莎打中九。哇！尴尬啊这个。我们还是去打别人的好了，哈哈，不要理罗莎了，等罗莎出来再说。等他出来再说，没关系，王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你不去招惹王啊，王就会变成就是没有事情的一样，然后去打比较好打的队友哦，就这么一回事。他现在开大招了，大招没了你就没了。Nice， 急了急了，我帮我的队友挡了一发子弹，哇，直接双杀，这个火球，呵呵，我就不说了，价值连城啊，一次击杀两个。这罗莎有点急了啦，我觉得我们刚刚没去理他之后他就急了。哎，躲起来了。好，23-12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啊，好险！你还站在火上面啊，科特！哈哈 ，nice。所以我觉得要罗莎的话，就尽量不要去理他、哦，躲远一点点，然后他过来的时候，三个再夹击哦。就像在打王一样的感觉啦，就是王过来的时候我们再去打他，王没过来我们就不要理他这样子。Nice MVP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模式的话是我们乱斗足球喽啊，踢足球啦，没问题，踢足模式我最爱。
这边对面的话，艾尔布里莫真爆，我们这边有罗莎跟吉恩，感觉都不错硬哦。但是这边感觉好像我们这队的没有什么人可以那个毁坏建筑物，会比较尴尬一点点。哇，完了，吉恩可以吗？吉恩可以拉人啊，还行。哇，是想要踢球了，好险没事。好，给罗莎。可是我们这局的话，没有人可以那个哎、欸，没有可以炸掉那个东西的，只能走隐秘战法了。哎、欸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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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！不是你在干嘛？还等人啊？哇塞，别这样做啊！我们这边好不容易可以赢了，卖脑卖脑！我觉得刚刚那个机会真的是，真的是还不错哎、欸。哦，开炸，开烧！守住就好了，吉恩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只要守住这关键的一分了。可是我很怕这个吉恩呢、欸，感觉他都会乱搞事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给我了，交给我。来来来来来。哎呦！哎、欸、哎，好，那我们对面的话，哇，这场对面是有罗莎，我们这边有罗莎，然后还有吉恩，对面是塔拉跟莫提斯哦，一个标准的那个莫提斯控球，然后塔拉西人的套路哦，然后罗莎旁边游走，好，莫提斯要来了，我看到了，这感觉很会带球哦，这个人，哎、欸。这吉恩直接把他拉掉了，太好笑了。哇，防护罩，防护罩，这尴尬了。哎、欸，人肉坦克啊，哇塞！原来还有这个，还有这种套路哦。原来还有人肉坦克这个套路哦。那我觉得罗莎玩这个魔兽好像蛮厉害的，蛮行的。居然还有这种套路。给他，给罗莎，罗莎 ，Go Go， 开大冲进去了 ，Nice， 哈哈，人肉坦克套路哎、欸，没想到可以这样打哎、欸，太好笑了吧？开个大招直接进去哦，太硬了太硬了，人家都打不死他，哎呦，难道自己走进去吗？哇，这个是绕路阵法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这边可以先把你杀掉，可以 ，nice 哦。还想跟我们玩绕边套路啊？感觉大家都很会踢耶、欸，我来，都是打战术的，没在这种开玩笑的、喔。好，我帮你喷火。罗莎走进去了，他打不死你，直接走进去了。nice， 人肉坦克罗莎哎、欸，哇塞！那我们看过《少林足球》啊，那个把球吸在肚子上的就是罗莎了。太猛了，太猛了，没问题，取得大硬币哦。结果今天根本就没有升杯，也没降杯啊，太好笑了吧？今天各种就是没有什么成长，你知道吗？不还行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啦。如果觉得我们最后那个罗莎的那个人肉弹珠超人很厉害的话呢，可以帮我点个喜欢咯。那每天中午12点跟晚上5点半跟晚上9点都有影片哦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啦。那我这边午餐影片再见咯，大家拜拜啦。